一翔求婚后遭女友哥哥搅烂暖，休谈终结母胎处男。跪下！跪下！扛地气！扛地气！哎呀！他学生了没出生的搞笑艺人一翔，昨天在圆山街站下跪向柜姐女友百白求婚。两人去年三月认识，六月交往，一翔选在交往满一年时求婚。有一次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？然后你跟我说你是我爹。没有关系，我不是你爹。你不想那么难想。小品，有人要抢亲吗？原来是白白的哥哥洪一翔求婚的作秀。指控一翔在白妈妈住院时没有探病，到白家做客不打招呼不讲话，对未来没有计划，连账单都要妹妹付。还说全家人都不认一翔，父母也不会出席婚礼。一翔见陆丰神无双回应：我就是有机会的话会再跟他们沟通。就问他哥哥不知道哎。哇，很熟吗？有见过啊。出去约会都谁付谁的钱？是各付各的？都有啊，就是有时候我出，有时候他出，但是我们都会先讲。你们约会不会跟带家人去，所以如果大家只会这样讲，就是你没有跟他讲。不然他怎么会知道那么 detail？ 你们常常有在吵架？这个我不清楚。那你们有为了钱吵架吗？没有。那有因为他爸妈事情吵架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都不是，没有。爸妈有骂过你？没有。听起来很正常啊，为什么？你讲的都跟撒舅子讲的都不起来。爸妈看到女儿被求婚信息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很生气，他连一通电话都没打给我爸我妈，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有媒体说什么哥哥反对吗？对。其实说真的，不是我反对，是爸妈气到不能再气。大舅子指控一翔不懂做人之道，要女友的父母吃饭，点到红鲟上桌啊，却自己把它扣掉。更扯的是结账时，我妈说她直接跑去找我妹，说要下去找我妹上来。那后来是谁付？妹妹付？当然是我爸妈付啊，问个好基本要吧。对。他一来我家之后就跑去我妹房间躲起来，我爸妈还在煮饭，他就直接先吃起来了。他从来不正眼看我，哇，我弟两个人，你到人家做客，你完全就是那种。对。很拽的态度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在拽什么。但一翔只是最让女友家人生气的点，前几年就是有买一栋房子给我妹当做那个嫁妆，竟然跟我妈讲说，就是以后结婚之后啊，我可以搬过来跟妹妹一起住没关系。现在你妹妹跟你们关系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不太好，讲不听，她就想要结婚，想要什么事就是都护着她。我连女生的家属都还没搞定，干嘛急着求婚呢？可能这个时间点到了吧。而且我们两个都基督徒，所以你现在没有婚前性行为？其实，圣经里面是没有，是尽量不要。你现在还处男吗？这问题，对呀，好像有点尴尬。他那个表现就知道不是，有因为圣经是基督徒啊，那个不是有什么关系？有点尴尬啊，问到这个，对。如果来 online， 希望女方家人没有看到，好打哦。